灵芝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太阳的宝座。在奇绝壮美的雪域高原上，这里偏又是一处最神奇的所在。它共享着高原森林的纯净阳光，却独享着藏域稀缺的青山绿水，被誉为西藏的江南。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勤劳勇敢的灵芝人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生活品质，尤其是他们最重视的学校。这个一直像只幸福的小陀螺般高速运转不知疲倦的男孩，就是本期变形记的农村主人公四人旺堆，13岁。你们想吃菜想吃什么？有事儿您说话。秉承着这样的信念，热心能干的小旺堆在老师和同学当中极受信赖，工作成堆，人气正旺。我们班里有同学经常你一进教室你就四人旺堆，我这里四人旺堆，我那儿就这样叫他。他喜欢帮老师也喜欢帮学生，有时候我不会的题他也会教我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。个子小小的旺堆实在是人气高高，除了日常学习生活中无时不刻的热心肠做好事，他还肩负着班级生活委员的重任，必须管理照料全班的众多公司事务。这样的忙碌和辛苦带给旺堆的总是充实和快乐。我很开心。而每天课间的休闲时光，最令同学们兴奋期待的对象仍然是他。跳得好唱得更好，即便是难得的独处时光，音乐也总是旺堆最好的伙伴。带我到上美好的人间。我最喜欢是唱歌跳舞，那全世界听到我的歌声，看到我的舞蹈。有旺堆的地方就有歌声，有欢笑。小旺堆以他的阳光热忱多才多艺，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当代藏族少年的美好印象。